哋嚟自建築設計嘅行業，以建築師嘅角度去睇珠寶設計。建築同埋珠寶嘅感覺好相似，相近嘅地方係大家以人為中心嘅演繹，建築以人嘅體驗為依歸，珠寶亦都係一樣。我哋期望利用我哋唔一樣嘅背景同埋表達手法，透過珠寶作為表達我哋設計理念嘅媒介。以建築理論 Blobby Texture 流體建築作為每個珠寶作品嘅起點。生活在香港这个城市，一切的事物都经过精心设计，表面上是配套完善，表面看来非常繁荣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城市似乎缺乏了一些元素。在一个追求效率的城市里面，我们每日被林林种种为了满足空间供求而建成的高楼大厦重重包围。作为这个城市的建筑师和珠宝设计师，我们想知道可不可以用另一种模式表达出这个城市的缺失，就是个性。我们以珠宝为媒介，表达出我们的愿景。我们的设计概念建基于有机和弯曲的楼体建筑，它正正是香港高楼大厦的相反，也都是我们对建筑的一种有机性、非线性的诉求。就我们的作品理念来讲，它体现了空间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建筑理念。这个就是我们想要通过珠宝设计来表达 Blobby Texture 楼体建筑思维。我们希望 King's Lab 表达 Bow 具彰显性的作品，成为佩戴者对时尚风格的表达渠道。因为我们相信女性应该有自信去表达自己对美学的一个观念。 King's Lab 的首饰，无论是作为简约服装的聚焦点，或者是成为华丽铺张的点缀，我们的设计总能够给他们造型上的意义，令到他们自身的造型更加亮眼，引起大家对美学的交流。我们的设计透过现代科技加上传统金工手艺，呈现出 experimental 具实验性、 contemporary 当代感、 bold 具彰显性、可穿戴的艺术品。传统金工工艺虽然不能够完美被复制，但是却可以为现代技术主导的设计产品注入温度。在我们的愿景里面，珠宝不单止会说话，更加能够牵引起穿戴者和他朋友之间彼此对话。King's Lab 作为独立设计品牌，我们希望带着这个理念，以 Blob 流体形态作为我们标志性的经典，逐步迈向国际市场。